哎，这样，少涵好好唱几个。对呀、啊，好好唱几个。我点个歌，林雨一直走，能不能根据我给的情境不同的状态唱出来？应该可以。来，少涵啊，刚刚出道，意气风发。林雨。直走，世道阳光就该暖和，人都应该有梦，哦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唱出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。第二，凤凰涅槃，破茧重生。淋雨一直走，世道阳光就该暖和，人都应该有梦，哦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不同的状态情境当中演绎同样的歌曲，龙龙来挑战一下吧。我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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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帅呀！身体的发型好东北。就是我来，就是我。来吧，来吧，快快快！第一个情境比较欢快，故事是这样的：贾玲突然之间。被一个阳性的网友给吸引住了。阳复性吗？然后呢，作为好朋友的汪苏泷反复的提醒他，这段感情有可能是会无疾而终的，就是这个情景啊。来，喂，那你的钱够吗？我再给你打一点。你不要再打了，我爸还有钱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。爸，再给我打点钱。哎呀呀呀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姑娘？我不管，你还有钱。我还有钱，是我跟你妈养老的呀。玲啊，正儿八经找一个吧。我嫁给他，我们俩一起养你。对，姓杨，姓杨，姓杨就会养我呀。下一个情境，故事依然在发展，就是你已经不能自拔，无法回头了。那你还是跟他那个继续那个，你被甩了。我被甩了。喂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他不知道我爸还有钱啊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。故事最后的结局是，当线下见面之后，贾玲突然发现那个阳性网友并不是杨洋，而是杨迪。能把钱都给我要回来。杨迪，你演一下杨迪。玲迪，没想到吧。就你也配骗我的钱。可是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。谢谢。轻易不要网恋哦。